挡住脸干什么？我脸上起疹子了。三哥，还是你对我好。哎，你这个蘑菇绣的还真不错。这是银杏叶，算了算了，你若嫌弃就别要了。哎呀，看出来了。轩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把书扔了，你就能考中了吗？结亲就是最好的法子。一想到她嫁给韩昭，我就吃不下，睡不着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女儿的婚事轮不到别人插嘴。与某人走得太近，无异于与虎谋皮啊。我和陆家雪已是陌路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分心。三哥，你这是？老板，伙计说这是咱们订的货，你看看是不是？除了摩诃乐，你还喜欢什么？珍珠玛瑙，越大越值钱的，我通通都喜欢。没想到我的梅梅还是个小财迷呢。哼，母亲想让我嫁给韩昭，我不想嫁给他。那就不嫁，我带你走。你是个不争气的东西，还不如淹死算了。你活着也是要气死我。我不在的时候，照顾好自己，小心陈兰。我不想好了！你看到我女儿、我儿子这样，你高兴了？你满足了？我看这人已经疯了。我小娘都死了，都是王玉宁害的。求父亲，替我小娘做主。我没有杀害乔氏。做没做，都得去衙门问话，还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那就别让他活着走出监牢。